据台湾中央社9月4日报道，日本静冈大学和大林集团准备发射两颗用10米长钢缆连接的小型卫星，测试太空电梯技术。若一切顺利，将能证实在太空中两个迷你卫星间长10米的缆线上移动的概念。日本静冈大学研究人员制作的测试设备将搭 H2B 火箭的便车，在下周由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自南部种子岛发射升空。日本 H2B 运载火箭据悉，这项测试涵盖一部迷你电梯的替身，即长6厘米、宽3厘米、高3厘米的盒子。若一切顺利，将能证实在太空中两个迷你卫星间长10米的缆线上移动的概念。静冈大学发言人称，这将是全球首个测试电梯在太空中移动的试验。卫星上的摄影机将监控电梯盒子的移动情况。太空电梯想象图。另据 Electronics Weekly 消息称，设想的太空电梯包含了6辆椭圆形车厢，每辆大小为18米 7.2 米，容纳30人，用线缆连接海上的平台和地球上空 3.6 万公里的卫星。电梯将由一个电动滑轮驱动，时速可达200千米。从平台出发到达空间站需要8天时间，所需要的电缆使用碳纳米材料，总长度为96000公里，总成本估计为90亿美元，预计运输成本约为航天飞机的 1%。 太空电梯想象图报道称，这项实验距离打造太空电梯的终极目标仍很遥远。此计划源自存在已久的太空电梯梦。来源：观察者网。